飞向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几天我上了个没花钱的热搜，不管是谁替我花的钱，在这里我先谢谢他了。正是因为这位好心人，才能让我在淡出博主圈之后一下子又吸引了这么多关注，能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能让各位有好奇和耐心听我接下来讲关于保护地义卖的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关注到我都挺高兴的。恬不知耻。还没上台就要走？还要上台给他做陪衬啊？你怎么和赵总交代？热搜可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跟他解释的。林清玄说过，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态。但在有些地方，本应该自由在天空中翱翔的野生鸟类们，却因为盗猎和湿地退化等各种原因，正在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所以今天我想要借此机会，借助大家的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在地球上有这样一群生命，值得我们尊重、关注和保护。哇哦，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看到现场有很多品牌方代表们已经对我们保护地义卖产生了很浓烈的兴趣。来，大家一起来举牌，让我看看都有哪位。好，18号简陶集团对于小姐的义卖感兴趣，恭喜于小姐，恭喜于美人。同时呢，也让我们有请品牌方代表上台，掌声欢迎。什么？简陶？不是，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邀请简陶的时候，皮阳明明跟我说清楚了，说他自己有自己的慈善基金啊，只是卖面子列席，不参与义卖啊。地方，帮你站台。你怎么说来就能来？是不是又给简陶背书了？哼，还挺有两下子的。不敢当。好，让我们有请庄先生为我们说两句话。感谢于小姐勇敢分享面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在这个地球上，人从来不应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尊重其他生命就是尊重自己。说得好。同时
于小姐勇敢面对真实自己的态度和简陶的价值观不谋而合。如果于小姐能够担任品牌代言人的话，将会是简陶的荣幸。不知于小姐是否愿意？美人姐，这个真好，这可是从不请代言人的简陶。真好啊，姐，天哪，代言！我跟你说的，别乱说话。哇，简陶集团的小庄总已经发话了。于小姐，你也说两句吧。小庄总。棒棒糖不吃啊？那给我吃吧。哥，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姐姐，吃糖吗？哇，这是简陶牌的糖哎，我也经常买的。他说的吃这个。你是小学生，应该没什么零花钱，不用花在我身上。你有点钱自己买模型吧。姐，这你就真不用担心了，我零花钱。这是上次你随手送给我的，如果是真的话应该很贵，我想还是还给你比较好。美人姐，你刚才在台上讲的真好。不愧是你，太飒了。小庄总来了，我们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拜拜。别想了，化石是我自己买的。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那现在是什么桥段吗？甜甜看了都要喊土的程度。该不会你父母会突然出现，甩给我1000万，让我离开你吧？这么说，你是答应跟我在一起了？你呀，你这个人。怎么一套上富二代身份就变得这么油嘴滑舌起来？你闹这出新闻，你父母知道吗？忙于工作的父母，志不在此的儿子，好久不见，一见面就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父母赶快抓住机会，让你回去继承家产。妈，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终于肯开口来找我了，是为了谁？就这儿，简直是甜甜看了也要喊编剧偷懒的程度。自家人的事儿嘛，好说。虽然这句话很俗，但我还是想说，到底是贫穷限制了我和编剧的想象。想开拓思维吗？怎么说？跟我见我父母。啊，你这个跳过步骤了吧？你想要什么步骤？我都听你的。我明知故问，我谁跟你扯这个了？那你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住在我家这种地方体验生活啊？家里的钱永远都是家里的，跟我没关系。嗯？张太太，不才，正是在下。等会儿，姓张的是谁？我前夫啊。不瞒你说，他还有个秘密身份，是鬼族二房子鬼君来的。鬼？死人？怎么说话的？不过呢，那都是上一世的事了。
下意识他喜欢一个叫美人的人，你也知道我叫虞美人嘛，那冥冥之中他喜欢的可不就是我了。冥冥之中看来不是真实。唉，虽然那是上一世的事，但这份感情我会永远铭记在心里的。那我应该感谢这位张先生给了我机会。嗯呐，你应该常怀感恩吧你。好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嗯，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趁我心情好都交代了。没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不对，还有件事。快说快说，洗耳恭听。这个追雨计划不太好用。一个都没奏效，我的精心设计。那都是我写着玩的，没怎么花心思。花心思了？没用。输我了。因为你根本就不为所动。别说。什么？你对我用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没有印象？所以说不好用。那既然你都看到那个表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淡定？其实也没那么淡定。你听我解释。我很意外，没想到你对我这么上心。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没有读出我字里行间的愤怒吗？我也很奇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和你应该无冤无仇吧？不，你错了，大错特错。岂止是无冤无仇，简直是深仇大恨，好不好？华大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那这个表格，见面没两天就安排上了，不至于啊。嗯，华大确实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们的仇的确是在华大结下的。完全没印象。对，没印象，没印象就是原罪。那要怎么赔偿你才满意啊？想知道吗？求我呀。现在可以告诉我第一次见面在哪儿了吗？今晚再告诉你。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可是。可是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没抓住，反倒是给他人做了嫁衣。是我大意了，没想到虞美人她……没想到公司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为你的错误买单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下次我一定可以的。小芳，快看微博。扒皮圈内真正从里假到外的网红夏芝。夏芝不是国外回来的白富美吗？这朴实的装扮瞎了。有的人已经真实面对自我了，有些人还活在自己编织的虚荣谎言里。天哪，看走眼了。剪桃继承人神秘亮相，竟是享誉学界的黄花蒿育种专家庄宇教授。传说中学术搞不好就要回去继承家产，你看看这个通稿写的，离谱。
这虞美人真行，不让我去，自己偷偷摸摸去了。他们都站在台上了，也不能算是偷偷摸摸吧，顶多算是光明正大。这叫重色轻友。哼，他肯定提前跟庄宇串通好了，怕我去了抢庄宇风头。可是看小美的表情也不像是装的呀。而且，哎，什么叫做你抢庄教授风头？实话实说，下次你当面问问，谁才是学校里当年的真男神。嗯，这个问题好。在电视剧里的学校中呢，通常会有一个高冷学霸和一个吊车尾校霸，双龙真秀。谁吊车尾了？啊？谁成绩差？那你承认你是校霸喽？你快说说，你做哪些坏事？我当年绩点也是全学年第三呢。嗯，我是学霸加校霸，横批独霸一方。嗯，好，独孤求败。那为了证明你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帮我改一个直播稿呢？我们全村的销量可就指望着这次喽。B。看这个啊，竞品不能提，提了就是不正当竞争，这个要改。嗯，还有这个，这用词不太准确，这个要改。嗯，好嘞，独孤求败，您继续。你们看昨天的微博了吗？还用你说，交流群里都炸了，好吧？怪不得呢，庄教授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气质。原来他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这气质跟钱没关系，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能加我一个吗？你是？我是元老级别的，嗯，之前不小心退群了。拉他一个，好吧好吧。哎，你看着好像有点熟。精神不错。看来大家都有话要说。对。好，给你们机会。我下次就会来了呀。随堂测试，答错的平时分扣五分，你可记一下。得嘞。这位同学。我吗？这是。红枫，错，鸡爪器。嗯，看裂片，红枫裂片更深，会到鸡部。下一个，这个木莲，错，香樟。下一个。铜钱草，镜面草。下一个，还有人要说吗？看来这位同学有话要说。这也不难嘛，二乔玉兰。这位同学看着眼生。应该没来听过课吧？我是慕名而来的。老师，我答对了吗？怎么看出来的？这旁边不是有个爱绿秀妍？看来这位同学对于认鸟倒是很专业。不敢当，不敢当。爱绿秀妍是秀妍鸟科雀形目，诗里不是说？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都有雀了，旁边不就是二乔吗？胡闹！坐下。这女生谁啊？为什么答对的人不是我？
小美啊，哎呀，这马上不是中秋节要到了吗？你跟小庄能回来吗？啊，我们这可特别热闹。哎，你慢点儿。哎呦呦，小心点儿。是，我们这村里的月亮呀特别圆。妈那是想你了。啊，你小心点儿，好好挂你的彩灯架。哦。好，我问问他。嗯，不行，怎么变成我主动了？最近实验紧张，晚上不回家了，记得按时吃饭。对了，换了几张鸟在书房，你看看喜不喜欢。假如每次想起你，我都会得到一朵鲜花，那么我将永远在花丛中徜徉。老板娘，哎，来了。世界都变轻，脑海里的声音怎么会必然被治愈？两个人的世界，骄傲的存在，就是我向你走来。你突然闯进来，心也跟着打开，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两个人的期待像梦一样精彩，候鸟循着光而来，森林的光盛开，等候鸟飞过来，决定你是快点来图书馆救我，好可怕。小美，小美，你怎么才来？
怕了。教授，在吗？庄教授，先别动，别动，别动。庄教授没事吧？行了，别闹了。我没事。别闹了，别闹。有事吗？啊，我家有点事先回去了。钥匙你放门卫吧，明天早上我来拿。啊，好，谢谢。好，走了啊。还玩吗？春秋社，我再也不跟了。还有你不敢的时候啊，懒得鸟你，还是小鱼老师。还不走？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再走。着什么急？装蒜的，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现在可以说了吧？切！谢谢。现在可以说了。防晒霜。夜观天象，印堂发黑，只有涂上防晒霜。才能躲过一劫，懒得鸟你小姐，名字挺新潮，话术倒是很传统嘛。有这么明显吗？翠鸟属佛法森木的鸟类，属中型水鸟。我倒是也想不到还能怎么样更不明显一点，但仔细一想，懒得鸟你不就是你吗？是不是听起来有种云淡风轻的高贵冷艳感？清不清贵不贵不知道，至少第一个字是对上了。那证据链也不足啊。能看到连我都发现不了的鸟嘴细节，自然不是初学者水平。你倒是还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后来你来学校上课，暑假开的又都是通识课，对你来说也太基础了，但你来上课不像有个家，不是学生，那就只能是老师了。就这。而且，我们是一个学院的，你的导师王主任跟老李他们都很熟。还得找场外援助的奶皮。就算不问老李，那网络搜索我还是会用的。
于博士头发还挺多的嘛。对啊，我就是传说中聪明到不需要绝顶就能把学位读完的，怎么样，羡慕吧？可能老李更羡慕吧。怪不得李主任能当系主任，照你这个发量你还得再努力几年，为了华大奉献一下吧。还是这位校友觉悟高，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了。那可不止。你说我在华大才放了你鸽子？对啊。你这表情看着像是高中时就和我结了怨。谁让你老是不劳而获，偷我的成绩还偷我的年级第一。那好像不算偷吧。哼，真是大言不惭。就是因为你本跳级天才少女那么多年的连续全年级第一没了。有的人头上顶着屎还不知道在生气什么。那请问天才少女在心里都写了什么？怎么夸我的？不告诉你。我就是在心里质问你干嘛老是偷我成绩。嗯那如果我跟你说了，你愿意照着再给我写一封吗？写几个都行。真的？写到我手抖的握不动笔，切到你眼睛花的看不清字。保证？保证。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我在信里写了，我叫虞美人，其实早就认识你了，经过一段时间不太全面的观察，觉得你勉为其难地配得上我吧，但是对你的择偶标准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可以先见面看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发展发展。笑什么，这是很严肃的事。从这一下直接跳到了追玉计划，不愧是跳级的天才少年。不许冷嘲热讽。垒成后裔何以克当，那你怎么就认为我答应了你的父？信没退回来，不就代表你默认答应了吗？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说什么？择偶标准啊，不然我怎么知道符不符合？你是问那个时候的，还是现在的？先讲那时候的吧。想清楚了再说哦。没有。什么意思？我以前觉得在有限的生命里没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所谓的伴侣这件事，那既然不想找，自然不会设置什么标准。那现在呢？还是没有吗？有。什么？你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耀。我不管，你还是要陪我。陪什么？我的年级第一呀。你想怎么陪？当然想爱我一套是全法了。喜欢你一脸的阳光在我的视线里登场，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没目的乱撞快找不到方向，感觉偷星光洒肩上。哎呀，太幸福了，听你们的事啊跟我自己谈恋爱一样。什么叫跟你自己谈恋爱一样？哎，乖，比喻比喻而已。好，我们也快到了，那等你们忙完之后再说。哎呦，我那个直播才涨了几个粉呀，跟你的大长腿没法比好吧。好，见面再聊啊。一场直播涨了几万的关注，看来我是时候重出江湖，打造新一代的田园女神了。不用，我没有小美的能耐，
八面玲珑的工作我做不来的。嗯，而且我只要能帮着大家把水果多卖出去一点，我就知足了。嗯，再说了，林大姐把心机管得挺好的，你别去插一脚。也对，毕竟我现在也要有新身份了，有点忙不过来了。是吗？当当当当，陪读男友。华工大学。华光大学播音主持进修班，你怎么知道我？我要是连这都看不出来，我这男朋友当的也太不称职了。放心吧，你负责全力以赴，奶奶有我照顾呢。对了，还有这个，就当是你开学的小礼物，这回不能不收了吧？哎呦，无功不受。你能原谅我，还能答应做我女朋友，已经是最大的功劳了。这一码归一码，我又不是因为……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我就是有个小小的建议。你说咱以后上课是不是听得清楚老师的话比较好呀？毕竟梦想来之不易，我们还是要努力靠近一点的。哎，我绝对尊重你啊，绝对不会说什么用一生来还的话，你要或不要，都是你的选择。完全尊重。谢谢。嗯。哎呀，这都是男朋友应该做的，我就是觉着这边也得来一下。等一下。嗯。你是说以后只做我一个人的男朋友，不做妇女之友了？哎，这事儿我得好好说一下啊。这个妇女之友呢，从来都不是我自诩的。都是群众们雪亮的眼睛跳出来的。不过以后呢，我就是你一个人了。都听我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一起帮葡萄套袋吧。哎，套袋没问题。套袋之前，好好亲个嘴。哎呦，早就听说甜甜的男朋友不得了，原来就是金老板您啦！金老板，金刊，好帅哟、哦！套袋这种事儿，你们城里人怎么会干呢？我们八年了。不好意思，阿姨，我自己来就行。我来，我来。哎呦，什么阿姨呀、啊？叫姐姐。姐姐，姐姐，姐姐。金老板，金看真的年轻啊，好清秀啊！年纪这么轻就把事业搞得那么大啊！甜甜，努甜甜努力，加油！老板，真的有，我们甜甜都好了。呀，你真是太有眼光了。帅呀！你以后听得到我们村来投就好了。哎呀，你们回来就回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就是啊，没带东西更好。当当，哎呀，这这么多呀！妈，快伸手吧，别不好意思了。叔叔阿姨，节日快乐！哎呦，你看看，哎呀，你们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家里什么都有，买这么多，你看看，哎呦，这还有啊！哎呀，这么多东西呢！哎呀，你说说，小庄是个老师，你啊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工作，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别给我们乱花钱啊！阿姨啊，您看看这个喜不喜欢？给我的，哎呦，哎呦，哎呦，这个丝巾啊，一看就是好面料的，这得好几百吧？不值不值啊！你说说我，天天在村里跑来跑去，带这个给谁看啊？给你的塑料姐妹花看呀，给他们看看他们的队长有多漂亮，嗯，是吗？嗯，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你以后劝劝小庄啊，别给我们乱花钱啊！哎呀，没办法，这就是他们家的作风，习惯就好，拦也拦不住的。这第一次正式拜访，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哎呦，小庄啊，你太客气了，把家都搬来了吧？一看啊，就是大户人家的礼数。对啊，哦，大吗？还好，不大，就是做小生意的。你们家做什么生意的？就是餐饮食品一类的，平时也都挺忙的。哦，那帮我们给他们带个好啊！
欢迎他们随时到我们清水村来。好，一定转达。哎呀，真好！别在这站着了，太阳挺晒的，赶紧进屋，茶我都泡好了。走，来，进屋。对，来，爸，我拿。真是其乐融融，一家好温馨啊。这位是狗飞。啊？虞美人，我就知道是你。什么是我？装可怜，装糊涂，装白莲，我是比不过你，是我输了。小姑娘，这脸可以乱长，话不能乱讲啊。民宿今天不对外营业，私闯民宅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虞美人，不是号称独立新女性吗？怎么，只会躲在男人背后装柔弱，恶不恶心？哎，我说你对我姐放尊重点儿。好了，你们先回避一下，我自己跟她说。行吧，你可以吗？行吧。那进屋吧。有事直接喊我啊。没事，进去吧。哎，我们进去喝茶去。自己做的丑事怕别人知道？我是怕人多势众欺负你啊，妹妹。少花言巧语。这个是你做的吧？再淡定点。狗咬我一口，我还要咬回去不成？狗不怕疼，我还怕沾一嘴毛呢。你知道，初中合照作为黑料，加通稿的买方心福，我运气应该没有好到在心福还有第二个初中同学了。那你怎么不成你头花大吼大叫吗？我拥有的已经够多了，其他没必要多去计较。虞美人，这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你太虚伪了。我做过的事我认，你做过的事却百般狡辩。听得光盛开，等候鸟飞过来，确定你是我的未来。怎么了？导师不是让我发论文吗？我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一篇文章，不仅特别符合，还写的哪哪都好，越看越像我之前自己发的一篇底稿，搞得我特别紧张。别说我当初逃过了查重系统，这要被抓出来不得取消学位啊。然后呢？然后往上一拉，真的是我自己写的。你看我这个记性。准备发哪儿了？ PNAS 啊。嗯，一曲，对呀，挺难的。你也觉得吧？我一年也才发了两篇。你上的这满天星，我为我闪亮，在我的瞳孔中刻成花香。你嘴角上扬，像在宣布每场。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喜欢你一脸的阳光，在我的视线里登场。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没目的乱撞，快找不到方向。感觉透心，我擦肩上，云朵开出新的形状。八点钟方向两个人影被拉长，我想要慵懒的靠在你肩膀。你像带着满天星，我为我闪亮，在我的瞳孔中刻成花香。你嘴角上扬，像在宣布每场，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我的视线里登场，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没目的乱撞，快找不到方向。感觉透心，我擦肩上，云朵开出新的形状。八点钟方向，两个人影被拉长，我想要慵懒的靠在你肩膀。你像带着满天星，我为我闪。